说到吕布，我们想到的就是他的武力极勇猛且有不俗的带兵能力，真可谓是三国前期的第一猛将。但我们一聊到吕布集团，许多人都会认为吕布虽猛但欠缺左膀右臂，军师陈宫虽好但相比曹操的荀彧、郭嘉来说始终欠缺了那么一点，武将似乎目前也只有高顺、张辽才是优选之将。而事实上吕布的阵营中还是有着非常强大的军事实力，同时从西凉带来了大量的猛士，而在《三国演义》的描写中，其有八人被吕布军称为八剑将，可谓是吕布军中的将领的第一阵营。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吕布军中最强的八员将领，一解你为何吕布能从一个保镖成为一方诸侯的疑问。八剑将之一张辽，字文远，雁门马邑人，《三国演义》中武器早期为长枪，后期用大刀，武艺在整部书中屈指可数，大战过太史慈、凌统等大将。张辽想必大家都已经十分了解了，他曾经也是丁原的属下，后被何进派去河北地区征兵，没想到回京之后就已是董卓的天下，从此张辽也成为了董卓的部属。董卓败亡之后，张辽就成为了吕布帐下的第一大将，他之后是曹的功绩小编也不多说，变相证明了吕布阵中将领的阵容强大。八剑将之二臧霸，字宣高，泰山化县人，武器为枪，曾经大战乐进30回合，胜负不分，后和徐庶一起守长安，躲过赤壁之败。臧霸先前一直从属于陶谦，镇压黄巾之乱，但伴随着镇压的进行，臧霸也开始自立门户，与孙观、吴敦、尹离等聚合军众。臧霸为统帅，屯于开阳一带，自成一方霸主，其所领泰山之众也成为三国时期的一支精兵。后由于举城与吕布交战，随后和解，成为吕布联盟的一员。严格的说，臧霸是吕布的盟友而非属下。吕布败亡后，臧霸归附曹操，在与南方孙策、孙权的多次战斗中屡立功勋，成为曹魏将左屏障。臧霸非常善于在拳斗中回避风险，他一生也多次逃离曹魏的势力斗争，后官至九卿，死后是公侯，也算是安享晚年了。八剑将之三曹性，《三国演义》中射箭功夫了得，曾经射瞎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惇，却因此丧命于夏侯惇手上，夏侯惇一回合刺死。没错，在演义中他射瞎了夏侯将军的一只眼，而在历史上作为郝萌的属下，他拒绝背叛吕布，于是与郝萌交战，并砍下他的一只手臂，受到吕布的嘉奖。吕布败亡之后，曹姓也消失于十载，可能已死于乱军吧。八剑将之四郝萌，河内人，武艺一般，《三国演义》中为帮吕布重新和袁术结姻，被张飞一回合生擒，而在正史之中，郝萌在袁术的怂恿下反叛吕布，被其部将曹姓以及吕布部将高顺阻止，并最终为高顺所杀，也算是成就了曹姓吧。八剑将之五成连，生卒年不详，荆州临湘人，《三国演义》中被乐进一箭射杀。在历史上，成连可没有像演义那般无能，他是吕布亲近骁将，勇猛异常，随吕布、魏越等讨伐张燕，冲锋陷阵并大破燕军。曹操进攻下邳时，成连率部救援吕布，被曹操打败并生擒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，也没说是否降曹，也没说是否被斩，总之成连消失在了记载之中。八剑将之六魏续，演义中史毛和宋宪是好搭档，两人经常一起行动，一起攻城，一起守城，一起被张飞杀败，最后为了替宋宪报仇被颜良一回合砍死。演义归演义，历史上的魏续哪有这么义气，首先魏续和吕布是亲戚关系，其次曹操围下邳，魏续将陈宫、高顺绑起来投降了曹操，然后魏续也就消失于史书记载了。《三国演义》算是给了他一个归宿，至少是证明了颜良的勇猛，为关二爷的出场衬足了气氛。八剑将之七宋宪，史羌同魏续搭档，和颜良战了三合被杀，魏续的好基友。下邳绑陈宫投降也有他一份，属于和魏续绑定的关系，所以《三国演义》中也让他一同被颜良给砍了。八剑将之八侯成，所使武器不明，《三国演义》中最大的表现就是和魏续、宋宪一起背叛吕布，而在历史上的侯成和《三国演义》几乎一样，吕布被围于下邳时，侯成因不知吕布禁酒令，献酒于吕布，吕布则大怒，责罚侯成，侯成夜里盗走赤兔马，宋宪、魏续和侯成投降曹操。历史上的侯成还偷了马，这点在《九州春秋》中有所记载，初步其将侯成遣客牧马时
乌匹克西驱马去向沛城，欲归刘备。程子将其逐之，西的马还珠江河里贺城，城酿五六壶酒，猎得十余头猪，为饮食先持半株五斗酒，自入一步前跪言兼蒙将军恩，逐的所失马，珠江来相贺，自酿少酒，猎得猪未敢饮食，先奉上威仪，不大怒曰不进酒，轻酿酒，珠江共饮食，做兄弟，共谋杀不协，成大惧而去，弃所酿酒还珠江里，由是自疑会太祖为下邳，成遂领众将。以上就是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所写的吕布帐下八件将，此八人在历史上实有其人，并非虚构，但我相信肯定会有粉丝问起高顺去哪了。首先我们要明确，八件将的称号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赋予的，而在演义中为了突出吕布的刚猛，高顺的形象被刻意矮化，使得很多读过演义的读者甚至都不记得有高顺此人的存在。而在小编的分析看来，高顺由于为人清白有威严，不好饮酒，而且屡禁忠言于吕布，吕布虽知其中而不能用，而三国演义中也刻意规避高顺的描写，将其之勇猛赋予吕布，其之忠言赋予陈宫，也是作者希望能够更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吧。